看，有纸条，快出门。奇怪，是谁呀？啊，又有敲门声了。是黑魔王，看，有字条，快跟我走，我们快走吧。可是大人们说我们不能到陌生的环境。黑魔王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又出现纸条了，不去就见不到黑魔王了。啊，这不就是黑魔王吗？难道这个背影不是黑魔王？怎么办？要不我们不去了？黑魔王是我们的好朋友呀。你们怎么还不去？啊，我和妈妈也让我们去。来不及了，你们快点。王华要我们去哪里？快看，又有字条了。都到城堡揭秘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也想起来了，我们快去吧。我怎么想不起来呀？我们快走吧，这样就赶不上了。不知道白雪他们有没有收到我的纸条？他们一定可以收到的。这就好，我们赶快准备吧。你们怎么还在这里？快去吧。不，我们马上就去。好，你们可要快一点。好。真是黑暗魔王。是大乔。大乔，我就是黑暗魔王，怎么了？没错了，就是你，跟我走吧。怎么办？黑魔王被大乔带走了，我要赶快到城堡告诉大家。黑魔王怎么还没到？你们终于想起来今天干嘛了？是啊，这就是我们忘记了。我们再等等黑魔王吧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黑魔王。怎么了，牛角怪？你慢慢说。黑魔王，他被大手带走了。什么？大手为什么要带走黑魔王？我也不知道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没有黑魔王，我们怎么开始呀？那我们去找黑魔王吧。我们想想去哪里找黑魔王。是什么这么耀眼呀？是黑魔王。大家都等我等着急了吧？哇，黑魔王，你真是衣服好帅呀！真的呀。那是我黑暗魔王，可是童话王国最帅的小帅哥。谁说的？我大宝也是小帅哥呢。黑暗魔王，你刚刚到哪里了？我们都很担心你。是呀，黑暗魔王，你去哪儿了？哎呀，是我爸爸妈妈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。生日礼物？就是这身衣服，大乔是带我去拿生日礼物了。孩子们，黑暗魔王的爸爸妈妈在隔壁星球工作，不能陪黑暗魔王过生日。是呀，我的爸爸妈妈不能回来陪我过生日了。没关系，我们陪你过生日。我也陪你过生日。真的吗？谢谢大家。对的，我们大家都给黑暗魔王过生日。黑暗魔王的爸爸妈妈不能陪他，但是很爱他。大家的爸爸妈妈都在哪里呢？喜欢这期视频就点击告诉我们吧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